你离家出走回来到今，你敢捌关心过你的翁婿？逐摆看到我就臭面，敢若看到鬼，我是要安怎关心？你讲啥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我认为少峰应酬足无用的啊，啊我哪有机会甲伊关心？哪会无机会？少峰去应酬伤晚，啉伤多，啊你敢拢袂烦恼？哦，拄好，伊今仔日有应酬啦，我马上甲伊关心，好不？好啊，阿妈嘛伫遮，互阮看你安怎关心少峰。喂，少峰，你想干干啥啊？阿哥，你这只 ，baby， 阿哥，你今日要来接我是不是啊 ？baby 啊，我告诉你，啊，你连这只哦，哎呦，想叫你是我的翁婿。好啦，我即马去甲你食啦。啊，等我。亲爱的大哥，我要来叫阮翁啊，安尼讲一百分。有啦，你去食面吼，啊，洗车也较细腻哈。多谢阿妈。妈，你实在伤心伊啦，伊拄则明明伫咱头前伫搬戏，你敢看袂出来？算要搬戏，妈有迄个心才搬会出来。现在应该就是少峰因厝迄间餐厅啊！啊，明明就有司机电话卡在来接，怪我专工来接。是讲，伊啉酒醉讲话虽然足肉麻，啊，不过还是算是古锥啦。我才开始我误会伊，其实无遐尼个人怨。少峰，我就知你哪有可能叫我 baby， 抓着好。是开去倒啊！我明明看因为才开来啊！快点啊！好，快点！